当弄之末了，大师兄，宗主将铁哨团所有高手尽数交付于你，适才一战八人被杀，这是从未有过的惨败。如果我们还是解决不了李元芳，拿不到密信，如何对宗主交代？不要着急，等，再等等。如果他真的到了强弩之末，会表现出来的。 Please subscribe this channel. Below the video, please leave comment, click like and share.